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现在呢是在中环的街头，街上呢车来车往的，这里的人流量呢不大。两边的街上呢可以看到各种店铺啊、公司啊，但是里面呢一点人气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很多店铺都亏本经营不下去了，跟以前人山人海的街头场景真的没法比。如果一直这样没有更多游客过来香港消费的话，那真的是无法想象啊。这里的房子呢看上去旧旧的，年代久远，属于老城区了。穿过这条街呢就能看到香港中环的高楼大厦了。同一条街上形成不同的风格和风景，再往前呢就能看到中环的各种标志性建筑了，比如香港的中银大厦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